阿爸同我講，做咩嘢都冇一帆風順嘅，講先有一帆風順，這揮春先有一帆風順嘅咁。咁我話我知道，我13歲接手，到依家都有40多年咯。我認為是一個堅持同埋執著嘅理念，先做到一個好嘅產品。我哋輪教哥係用米做噶嘛，一粒米可以走向我哋全國，走出我哋個國門，將佢發揚光大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顺德人从小到大就偏爱甜食。从姜撞奶、芝麻糊到双皮奶等，这些隐藏在街头巷尾之中的老店美食，滋养着当地人的味蕾。其中有一种甜食是顺德人离乡别景、远赴海外也难以割舍、不能忘却的美食——轮教糕。我哋蒸輪教糕咧，最少啊95度温度，蒸40分鐘就熟啦。正宗歡姐輪教糕咧，係我哋嘅平時嘅要求同埋我哋嘅工藝好大關聯。輪教糕點為之靚咧？咁啊，有我哋嘅你睇到嘅豬公面啊、雞爪紋啊，切開第塊輪教糕咧有3種眼，雪白、晶瑩剔透，呢啲先正宗我哋歡姐輪教糕。